奇奇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 Ducky 啊，冇错，事先声明翻先啊，因为我嘴生咗痱子，所以我讲嘢个口齿可能会不清啊，唔好意思。然后仲有呢、這个有冇啊？其实呢条片我已经拍第二次，第一次发觉自己冇识浮水印，所以重新再拍过。咁点解我而家先会拍食物语呢？咁系因为其实我开服。即係開服嗰日我已經玩嘅啦，但係問題就係呢、這個，因為礙於嗰日嘅時間唔充足啦，然後仲有呢、這個就算我拍咗條開服嘅片咁樣拍完之後，其實都冇去到好有用，因為大家撳入嚟睇係想睇攻略，唔係想睇新手玩遊戲嘅嘛，係咪先？所以基本上，如果好似之前嘅遊戲啊，好似話永七啊或者，类似恋遇啊之类咁样玩嘅话，我相信应该俾人屌柒嘅，所以就所以我就而家先拍啦，因为而家话晒我都50几级，都有少少经验可以讲嘅。虽然呢个经验冇去到特别好啦，我亦都唔系去到去到系大佬级别嗰啲人啦，但系点我咧都讲一讲我前期所获得嘅嘢啦。咁首先我第一只抽到嘅角色，即系抽到嘅鱼品咧，系呢、這个俾大家睇睇呢个入手时间。咁啊，第一只就基本上第一只鱼品我系德州嚟嘅。咁嗰阵时候我都见到噶啦，我真品得嗰几只真系用到嘅。然后一嚟就嚟咗个辅助，顺带提德州嘅技能系，即系大忌系将嗰个 CD 时间减技能冷却回合所有，系咁样。然后基本上佢好明显啦，咁嘅用途即系可以令到大家嘅大忌再放多次咁样，咁系非常之有用嘅。但系我一开局就抽到佢，咁就真系尴尬，因为我咧，我嗰阵时候群攻嘅基本上就写得灯影，而且系辅助嘅，咁你知啦。咁基本上，如果系类似咁样类型嘅角色，基本上去到后期先比较有用。然后仲有呢、這个，佢都系啊，松鼠鲑鱼都系咁样。碌饭就花就开咗几朵噶啦，但系。真系唔想讲嘢，我抽到6次，然后即系可能有人遇到仲衰嘅情况，但系我都系想自毙噶，喺呢个状况下。然后基本上一开头个队伍组合就应该系应该系佢，之后再加锅包肉，之后咁样打咗一次先啦。然后再可能就冇咗呢个松鼠鲑鱼，之后变咗灯影牛肉咁样。然后就落到去几时再抽到鱼品呢？个速度都好似几快。叉烧仔我反而冇乜机会用，因为叉烧仔点样好呢？佢嗰个其实都唔错嘅，即系点样好呢？佢个大技啊，好似系。佢大技做咩噶？系佢有佢嗰个单体系将自己个负面状态转移俾目标，然后仲有呢个咩啊？50% 经到防御，减低被动，禁止一回合，呢个都麻烦啦。总言之，就系被动禁止一回合嘅话就好烦嘅，基本上我村未遇到佢之后呢，我系想自毙嘅。然后我第二只鱼品系川味，咁川味就因为佢嗰阵时候俾我感觉就系、是，哇，终于有只单体爆发，而且鱼品啊，所以我就练佢啦。之后你咪知呢条友根本就系假爆发啦，唔系啊？你有冇见过人哋爆发嘅攻击力系 B 噶？有冇见过啊，大佬？然后。佢根本就系食生命嘅，佢生命可以去到 S。即系虽然冇海洋铲咁恐怖，但系都恐怖，系。
欸，佢煮嘢成 15% 原來。我考慮擺下喺廚房先。又總之我俾佢嘅一定補擊 set， 因為咧如果呢、這個即係呢一 set 加埋佢嗰個大技嘅話，係有可能打到佢萬幾傷害嘅，咁所以就然後就東坡肉就應該代替咗燈影牛肉嘅位啦。嗰陣時候再咁樣，然後咧逐漸逐漸地咧，我咧就出咗只叫花雞啦，冇錯，叫花雞啊，真係。叫花雞真的很萬能，我認真的，因為它的大技可以將它所扣的血，然後再減回，即是它扣了的血量，用回同一個血量去攻擊別人，所以你當它壓到它最低血，可能只剩下百幾血的時候，然後一打呢，對方就死了，是沒錯，就死了了，唉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如果帶它的話，應該要帶埋個保屍，如果不然你會死的。就算靠佢自己嘅意技去補都唔係太補得太多，我就個人覺得。然後呢、這個佢就佢你大家開嗰、那個即係禮包碎換碼應該都知道啦嘛，即係因為有送啊嘛。但係佢我實際上我都冇用過，因為嗰陣時候我叫花雞，所以我就已經唔用佢。但是好似都唔錯，但是佢大技都係單體的。然後就嗰陣時候我應該係第一次課金，然後就送咗隻雞俾我啦。因為芙莉雜燒雞，然後驅散，佢唯一有用嘅就係驅散。然後就一個嗰陣時候，我就已經有嘅蝕人恨啦，冇錯。蝕人恨我係第一隻我係乾翻嚟，第二隻我係抽翻嚟，所以咧就已經自動有一花啦。咁基本上咧，蝕人恨如果到一花之後，佢個奶量會高啲，咁所以基本上係非常之唔錯嘅選擇。但係，如果冇嘅話，就等吉利蝦啦。吉利蝦都唔錯嘅。但是吉利蝦怕禁尿，是咯。然後這樣抽完之後，臭鮭魚其實我放了一段時間我才升它，因為呢那時候覺得這個有破防，這個有真的純粹就是輔助型，又是輔助型，那我不要這樣的東西，大佬，我已經有，如果這樣計算的話，我對面已經有兩隻輔助，一隻德州，一隻就是蝕人恨，所以我咧就唔係太想呢件事發生嘅，但係咧冇辦法，因為點講咧，我去到後面抽中咗龍井，咁龍井配佢咧又係唔錯嘅選擇嚟嘅，即係點講好咧？佢嗰個大技群攻，佢會變成呢、這個，即係佢會攻擊得好勁咯，即係點講好咧？係啊，點講好咧？即係個攻擊會加幾多倍，加幾多倍我唔清楚。总之佢会攻击提升咯，呢、這个臭鲑鱼嘅大技会攻击提升，然后再搭埋落去度咧，就真系不得了，大家即刻冇晒血。然后扬州炒饭系 A O E 嚟嘅，咁建议大家呢个就冇 A O E 都可以入手嘅，但系佢咧有个技能就好捻烦嘅，就系、是、闪避。佢真系点讲好咧？佢有个技能好识闪咯，系令到自身闪避提升一回合。喂，大佬呢个技能真系好捻烦，我次次想打佢嘅时候咧，佢就闪咗；我嘅村民想打佢嘅时候，佢就闪咗。呢个系几崩溃嘅一件事，好烦，系好烦啊！然后紫推燕就唔使讲啦，佢全部技能都系自残，大佬佢大技根本就系点讲嘅，引人嚟攻击佢，大技系嘲讽。然后反正就我真的想自闭，见到呢啲就系，因为咁讲啦，自推演个技能我冇有特别会用，因为呢、这个啊嗰阵时候有叫花鸡啊，然后仲有呢、这个我冇去到特别需要揾一个人去引佢嚟扣血，所以就算啦。然后麻婆豆腐就系独队 A O E 啦，系冇错。基本上呢，如果你玩獨隊的話，有佢都是不錯的選擇，但是你如果要起獨隊的話，你一定要有納米合精，如果不是會死的，是會死的。
阿燕娜桃花族啦，之后就，之后就，之后就系噩梦啦。我咧喺太迟开咗嗰一日，我就已经去抽，然后咧抽蓝光跳猫，出咗只少爷。大佬，少爷我唔需要啊，我冇咁嘅需要，因为我已经有村尾，同埋。即系我唔系话佢冇用，但系问题就系佢个大忌要搭埋金身之后，先会可以去到个能力，先可以有办法去到最准咯。系啊，冇错。同埋佢，有埋金身再搭埋丑龟鱼嘅话，应该系单体天花板嚟噶啦。但系，如果系咁嘅话，个队伍配合要非常之好。咁我冇咁得闲编队咁嘅队俾佢，所以我算啦，我当佢系摆设算数啦。即系我当佢。算啦，我唔想讲嘢。然后月饼啊，月饼就系今次嘅角色啦，即系今次新出嘅角啦。但系佢就点啊？我一个人觉得就佢嗰个不屈嗰个真系厉害，个人觉得系几厉害嘅。系，即系如果搭埋叫花鸡嘅话，啱啱好叫花鸡嗰阵时候压血压，即系压血线压得。唔稳嘅话，唔小心死咗嘅话，佢可以帮佢翻山，然后再攻击，咁应该系一件非常之唔错嘅事。系，如果你叫花鸡个多血嘅话，即系如果叫花鸡7000多血嘅话，你应该可以打走人哋成大橛血噶啦。然后西湖醋鱼，我冇用佢，因为我好迟先抽到佢，所以我冇用佢。我唔太清楚佢个用途系咩。防御降低有少少似锅包肉，但我唔用佢，因为冇用。然后有呢度呢个桂花酒，咁基本上佢个技能真系呢个，令到目标醉酒，令到自己醉酒。令到目标醉酒，令到自己醉酒，好简单嘅啫。反正就系令到自己醉酒就可以回复技能，啊唔系回复生命，唔好意思，唔系回复技能。如果系嘅话就好恐怖。然后呢个咧配呢个海洋铲系唔错嘅，系因为海洋铲佢打自己嘅，即系佢打嘅时候佢自己都会扣血，所以咧好惨，系好惨。有冰糖葫芦，唉，算啦。哈搞，唉，我要讲讲佢啦。哇，佢技能，哇，佢技能颜色唔错，几好睇。专唔知佢治疗啦，而且一个好可爱嘅伪娘啦。冇错，好可爱。我嗰阵时候谂住喺协会嗰度咧攞佢嘅碎片，整一只出嚟。之后点鬼知咯？我前一日手残就抽到佢啦。点解会咁嘅？好啦，咁我嘅食云就有咁多啦，咁基本上就另外呢啲就唔好讲啦。唉，我真系唔想发表伟大嘅言论啦，我真系想自闭。啊，顺带一提啊，卢打滚系呢个战神嚟嘅，真系点讲好咧？唔好睇少呢只良品啊，呢只良品系咁样打，去欧洲起上嚟好卵恐怖嘅，大佬。这个程度是恐怖到我惊的，大佬可以试下示范下，但是我今天用完没有？我今天未用完，但我不觉得我自己打过，但我拿着卢打滚试的示范，因为反正自己都不会过到，所以最后没有放弃。很简单，它的用途就是跳一下两下，哎呀 ，set life， 你睇，喂，我终于明白点解会一直都卡住喺六十秒，因为三只周凤阁，仲有一只叫花枝，喂，我今次好唔欧洲喎，唔够欧洲，依下死紧我，睇，但系卢打滚太脆啦，佢一定要多几只辅助帮佢，如果唔系会死咁咯，认真，但系如果真系多几只辅助，真系把阿 set 人恨，阿周，之后再搭臭鬼鱼嘅话，喂，有啲大镬呢个组合，喂。认真呢、這个组合嘅话，我相信咧，阿卢打滚都系第一日，都系好快就死嘅。
真係太煩啦！呢個嘲諷嘅人，啲條條兩下噶。我平日見到嘅盧打軍唔係咁嘅樣嘅喎，平日嘅盧打軍唔係咁樣嘅喎。Hello。真的不要过来，一下，两下，啊两下就，屌，全部都系两下，哦哟，所以卢打滚咧，如果真系要打佢，好欧洲，佢死嘅喎，啊我只德州晕咗啊，啊冇晕啊，你冇晕，你做乜嘢？晕咗啊，尴尬，只德州做乜晕咗？喂，全部都一下两下两。喂，平时镜头冇影住你，唔系咁噶喎，我识看错你咧，你咪好劲嘅咩？喂，崩溃，咪想臭鬼已经薄血噶啦，你仲要打多只卢打滚咁薄，系最多三下。喂，唔系啊嘛，喂，我讲三下啫，唔使咁样喂，我屌你！不过我唔指望自己会过到嘅，因为呢个两下、三下、三下。佢最高限量都系三下，屌佢！唉，仆街，丑八鸡，我话丑八鸡好强势噶啦，而且咧炸完人之后仲可以回血喎。咁好啦，我嘅示范完成啦。我呢关咧会永远咁卡住噶啦。我觉得我未到八十级之前，我都唔会过呢关嘅，所以就我系画角色啊吓。所以我就扫荡下啦。我有体力。唉得，唉，太多魔嘅绝望。而且我想呢个活动会快啲开，大佬，快啲人啊！点解唔开啫？即系虽然就快到，但系应该有排都未开。石石泥，我打埋呢场连打，再讲个厨房家园咧就，就拍完条片，我已经第二次拍呢条片噶啦。我希望呢条片嘅资讯有少少用咧。不过应该对啲唔睇攻略嘅人初次睇我啲片先有用嘅啫嘛，应该会剩翻38血噶，我顶你。唔系讲真，我队伍搭配都冇去到好嘅啫，我全部都系因为我前期嘅队伍搭配就系将四人行摆喺第三位，咁想打鸠我嘅，治疗位要摆第一啊，屌你！除非有只叫花鸡喺场面，系又系因为要喺叫花鸡压完血之后再治疗，所以就一定要摆叫花鸡后边。我嘅经验系咁样，因为真系咁样啊！我觉得我嗰日真系好口出一枪啊！屌你，好卵痛啊！肥子，屌，唉。然后虽然我想拍翻，即系可能拍啲打联盟战嘅画面俾你睇，但系呢、這个我今日打完啊嘛，而且仲有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我唔会话俾大家听，好啦，都唔系唔会话俾大家听嘅，冇嘢。反正我连我 ID 都讲错，冇嘢。不过入到嚟揾我先算啦，虽然我哋嘅联盟非常之宽容，系冇错，但系某程度上都系唔好揾我比较好啲。联盟有好多大佬，全部都大佬级人马，真系俾佢搞到想自闭。其实我觉得呢个游戏嘅缺点系非常之明显嘅，系冇错，系呢个点讲咧，就系佢实在真系唔系话，但系佢咧唔可以又唔可以扫荡啦，即系嗰啲，即系佢又唔可以直接扫荡，一定要你摆部手机喺旁边连打。如果唔系有其他嘢做紧，或者唔系有其他嘅电子设备嘅话，咁基本上咧好鬼无聊喎，条友，你睇住连打。仲有之前嗰、那个中即系呢个中即系陆服同埋台服嘅差别就系呢、這个freeze more， 点解张图缩细咗？之前呢个台服同埋陆服嘅差别就系一个调料价格啊嘛，一个调料商点啊，好彩佢修正咗，咁咪更加多人退坑。我已经目击过几个人退坑噶，所以就大家例示。我好废嘅啫。然后啲字点解唔会变做白色嘅咧？变做白色唔会清楚啲啊？呢个背景分明就系需要啲字变做白色。唉，睇嚟我好快就可以攞另外一个废像，等佢开咗活，即系活动商店再开嘅时候就有得攞。呢、這个废像唔错诶，而且下人铲头像好似几型啊。唉，至于今次我终于吸收咗教训啦，唔买呢个家具同埋桂花酒，因为桂花酒我话抽就抽到，然后呢个家具，我上次买完棵树。
買完個鳥籠之後就抽到啦。係啊，冇錯，就抽到啦，所以就你唔知道我嗰陣時係幾崩潰啊，大佬啊，幾崩潰啊，大佬！而且我間屋真係點好咧？都唔錯啊，我覺得自己似玩緊奇蹟亂緣，關於呢方面。然而我有真品，然而我有預品嘅，但係呢個因為我實在冇位啊，所以就安息啦。唉，然後基本上可能再升一升級咯，食雲嗰方面，誒，啊煲仔飯。等下煲仔飯好似，唉，默認咗先，確認。煲仔飯，煲仔飯喺邊啊？煲仔飯佢有時裝噶嘛？原來我應該唔可以再，係，我係唔可以嘅。Sad life。煲仔飯佢七花有時裝，所以都想戒一戒。升一升龙井，差少升到77，不过冇问题，再打一打就应该有啦。然后卢打滚，其实我本来都想帮佢升升，但系呢个就尴尬啦。点解咧？就因为最近啲太全部攞晒打活动啊嘛，同埋我真系想买晒活动所有嘅嘢，基本上我需要嘅嘢都全部买晒咁样，所以就我一直喺度推紧活动，即系点讲，我就一直喺度打咯，一直放埋喺旁边，究竟讲紧啲乜，放埋喺旁边咁样俾佢打，唉，真系类似咁样，唉，然后就咁多啦，唔系，仲有餐厅搞搞，唉，空咗，仲一个钟。然后填下菜单先。算了，我懒了。唔系下次好添，不如煮嘢食算数啦。有啲咩嚟煮啊？我分配得好平均，全部解嘅方向。白扒四宝再解一解。有拍四宝同埋回锅肉，哇！算啦，放弃啦，材料好似唔系太够。但系我都话我真系煮嘢嗰方面就真系啲材料一定掠晒。我搵到30支旗，咁算啦。再煮多一堆菜，唔係喎，菜都冇乜喎。好啦，就咁樣俾佢啦。係啊，我嘅宵夜攞咗嚟煮餸，冇錯。話說，我真係覺得村味好似，哎呀，我又唔可以切換角色添，唔記得咗呢件事。算啦，冇嘢。我真係戇鳩啊，點解？咁基本上今次去到咁多算啦，順帶一提我個 server S3 所以呢唔係同我 server 就算數啦，然後我啲 friend 就我 friend list 應該係滿曬嘅，但係我有時又無理都會鏟 friend 嘅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個好友邀請 send 咗俾我嘅話，我亦都唔會特登去溝沙佢嘅。不過前提係我要知道你係邊個。如果你嘅實力太快，我都係會直接交叉你嘅，多謝合作。咁總言之，好啦，我 Ducky 啦 ，like 同 subscribe。咁基本上，咁下次食物語就應該係抽獎嘅時候見嘅啦。咁再見。